先生。你怎么来了？该我问你才对吧？你来干什么？挖我墙角是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陪徐督办来处理安置谭家军的事情。我前脚刚跟费安顿谈建民团的事，你后脚就拆我台是吗？啊？那你要建民团，你也没有告诉我。告诉你，告诉你他就不用查了。你不信任我？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。今天你关心我的伤，是不是就是为了帮他打探消息？所以你派人监视我？对，我就是派人跟踪你。不然你以为你桌上的白开水是天上掉下来的？这水是你换的？废话，谁知道你喝多了，会不会跟徐光耀？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样子的人。既然你对我没有半分信任，那我敬你一杯。从此以后，我们的结盟就这么结束。清醒的跟我说话吗？谁让你管我了？哎，司令，穆小姐跟徐督办他们还没完事儿。
穆小姐喝多了，不仅喝多了，脑子还有问题。一会儿你让人把徐公药给我弄回来，啊！我一会儿送完你们就回去。哎，对了，把桌上那几瓶酒全给我拿回来。不，都打开了。执行命令，哪那么多废话？ 你先看清楚我是谁。我没有喝多，就是为了帮你才去喝酒的。帮我？好，我是徐光耀，你要怎么帮我？ 干嘛呀？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？咱洗澡有地方，干嘛在这儿把自己搞失身了呀？你有事儿没事儿，没事儿滚蛋！我有事儿，我把徐督办给你弄回来了。